主料鸭肉500克，辅料魔芋、辣椒、花椒、香叶、盐、酱油、啤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鸭肉先放入高压锅炖烂，魔芋切成薄片备用。锅内放入油，把花椒、辣椒、香叶等放入炒香，放入已经炖烂的鸭子翻炒，放入适量盐和酱油，把炒好的鸭子和魔芋一起放入锅中，加入水煮沸后转入中火慢煨，直至所有材料都入味后，放入啤酒，再开大火煮沸就 OK 了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鸭子是先炖烂一下，是为了更好的入味。二、这个锅具跟以前大家看到的不一样，有点像火锅版的，汤很多，不过好吃就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